最近心情有被这个风波影响，对吗？最近心情我非常好，然后对，还是一样的心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心情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、开心。那你很相信爱情？我觉得幸福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福是自己给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值得拥有自己的幸福。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些事情，然后在这里我也知道辛苦大家了，然后也不想要麻烦大家，但我觉得我私人跟家庭的事情，没有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，所以，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我觉得好像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被报道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在我工作上面的表现，谢谢。是有一起到垦丁玩吗？刚刚已经。说到这个，最近心情有被这个风波影响，对吗？最近心情我非常好，然后对，还是一样的心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心情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、开心，对，热爱我的工作。很多人发现你的 IG 上面一些合照啊都不见了，其实我好像没有删掉照片，对，对，好像有说妈妈很宠爱你，然后让你跟三姐。我相信就是世界上面的妈妈都一样，然后非常的伟大。妈妈都会为了孩子做很多牺牲。那其实妈妈在对于我，然后还有就是卡提亚，还有我们家庭的付出，我是非常的感激，然后我非常爱她。妈妈也跟大家都是一样，就是。有担心说，如果你的三个都有问题的话，他会觉得不相信爱情。对，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压力？对爱情的期待这样。我可能没办法去，就是帮人家去对回答他们爱情上面的问题。对。那你很相信爱情？我觉得幸福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福是自己给的，然后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值得拥有自己的幸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是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